我就实话告诉你了，啊，你的学历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所以我帮不了你。可是那个应聘要求上面写的就是全日制本科生啊。大老板随口说了一句不拘一格降人才，人力资源部呢就找了个职位放宽要求，但我这儿的实际情况是非名校不录取，除非啊你的简历上有什么显著的亮点，但我看了好像也没有，所以这不太公平吧？确实。不过我刚刚带着你插队见面试官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公不公平这事儿？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公平，早认清早好。我给你的建议是，不如用这个时间去试试别的律所。麻烦走一趟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我刚打电话给老丁了，黎明集团没有接触过其他红圈律所，所以我们咬定这个费率不打折。明白。赶紧找人来帮忙。好。来，李总，尝尝我们吴律师的手艺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好喝。但千万不能开店。这话怎么说？你在法律界已经横行霸道，你再开店的话，不是断了其他咖啡店的活路了啊？李总是太爱了啊！那我们边喝咖啡边聊正事儿吧。咖啡刚上来，我们品尝咖啡。对啊，吴律师，咖啡时间咱们只谈风月。白天也有月亮。当你了解风月跟月亮的区别的时候，你就会认为在中国这笔投资有多值。虽然我没弄明白，但是我已经发现了。李，以咖啡代酒，敬你。还有你们，吴律师。还是李总会享受。我虽然会享受，但是我也务实啊，我得干活，对吧？哎。外边招兵买马呢，我们不是一直挺注重人才储备的吗？我也缺一个行政助理，就让他们忙活。我们不聊这个闲篇了，聊正事儿吧。这次我们实在不好意思，吴律师，工地来的消息出了点状况，我得赶过去，所以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好，那改天再约。好，慢走。哎，小伙子，你们家今天的咖啡没有不好，但是。差了那么一点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店里有点忙。理解理解。你怎么知道吴律师那手冲咖啡是这家外送？时间紧任务重，只能是最近的咖啡馆批量做。咱回公司啊。我就说这李光是个老狐狸吧，真不知道又演哪出呢。他肯定知道我们给老丁打电话了。那还用说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刚和金达的客人同一部电梯下楼，他们猜到您点了咖啡的外卖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上来告诉您。就这么想进金达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学的是法律专业，金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律所，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。再加上，我上次看见您处事不惊，我想成为像您一样的人。
你叫李木佳。李木佳，光会拍马屁呢，在我这儿是没有用的。我需要的是真材实料。你帮过我，我理应还你一个人情，但是我从专业的角度看，我还是得拒绝你。那我来您这儿做实习生可以吗？就一个月，您就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不要工资，不要工位，随叫随到。我就像刚刚那个外卖咖啡一样，可能没有那么好喝，客户也没有那么喜欢，但说不准能应一时之急。就一个月，您就给我一个月。如果您觉得我不好，我可以立刻走人。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听我说一下啊，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李木佳拿下了大宁锁金达。哇！他们看中你什么了呀？那看着我厚脸皮呗。我当时被他们拒绝之后，我都下楼了。但我心想，不行啊，我就又回去。我说我自荐来你们这儿当实习生，哎，我就不录了。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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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早知道我也不走了。呀，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呢，因为我被他们想的想上厕所。说不准啊，人家就是想测试面试者的心理素质。哎，真的有可能，这些牛气冲天的律所最喜欢不走寻常路。哎，别管了。总之，那么多藤校的海归都被淘汰了，木佳绝对给咱们系长脸。长脸！哎，我看到那些大牛人啊，穿的都特别好，高得很，眼睛都长头顶上去了。哎，那又怎么样？上在最后的可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木佳爱我。哎，桃儿回来了啊！洗手开。减肥呢，不饿。今儿我做饭，妈也没吃。这，行了，开饭。喂，三姨啊，是我。那个上次我妈不是说托您给木佳找个工作吗？跟您说一声，不用了，她找到了。哎呦，挺偏的，就是金达嘛。金达是哪儿啊？金达你都不知道啊？知名的律师事务所，世界500强。它就是一个什么全球多中心的律师事务所，国内外加一起，职业律师也就2000多人呗。他能靠什么呀？他又没学历没背景啊，他只能靠自己实力了呗。我不去。你到关键时候你就真的不行。行行行。哎呦，儿子，嗯，你跟妈说说，孟佳是怎么找到工作的？他在哪儿上班啊？我都跟您说了嘛，您都听见了，金达。金达是哪儿啊？孩子不说了吗？那是北京的大律所，全球什么中心的事务所，2000多人，他怎么进去的？儿子不说了吗？人姑娘靠实力。闭嘴！我又没问你。我吃好了，你慢慢吃啊。哎，你就吃这么点儿啊？吃饱了你再休息呗。妈，现在情况很紧急。我得抓紧时间跟木佳谈恋爱，万一哪天他要是跑了，您肠子不得悔青啊？吃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你儿子。哟，小范，等田荣啊？嗯，你找木佳呀？对。哎，晚上我跟木佳去金源那边逛吃，咱一块儿啊。谢谢啊，很想去，但真没心情。啊？田荣工作还没找到呢。田荣不在相中这实习了吗？反正没戏。啊。那红星科技不也拿到 offer 了吗？骗子公司能去吗？哦，时代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，而且越滚越快，我必须得推他一把。我大律所的人思想跟我们老百姓是不一样啊。对。哎，对了，以后你跟穆家是同事了，多多关照啊。哎呦，你们穆家呀深藏不露，谁关照谁不一定。